好，这是我们3周年了哦。我们先抽这个波旬玉次郎，我个人是比较想要这个优属的阿良啊。每日限时免费哦，限时免费10次，哎，真假的？这么香啊，好爽哦！Go。好，没有。十，还没加趴数哦。20头，没有。好像是每天。好，30抽。有了，速速解决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第9个，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修进灵幽境开，领域展开，干！哇靠！好了，那我就要抽到底了，再抽一次。烦呢、50头，50。那个毛毛我已经很多只了，60抽。最讨厌保底。10抽，还给我烂视频。80抽，有了，80抽中到，还可以啊，有10抽是免费的。第几个啊？反正已经是啊，就不用数了。玉池凉，阿凉，这是我们第几次见面？哦，好几次哦。80抽铁绝，还行还行。再来我们抽这个冰高皇，好了，这个我只抽一只啊，没抽到就算了。10抽。为什么被封啊？哦，是因为 bug 关系吗？20抽，没有。30抽，哦，难怪。告诉各位不要做坏事哦，都不听话啊，做坏事啊，这个一定会被发现的啊。40抽没有，有点难抽。50抽，会惩罚吗？应该不会吧。10抽没有，加发数吗？加了。60抽，拜托啊，让我中一下吧。嘿嘿，没有，太不给面子了啦。啊，刚刚还不错的说，第70抽，看要保底啊、哦，八，路歪掉会很干呢、欸。有了有了，挖掉是超赶的。1、2、3，第三个，3、4、5、6，深海，深海，
怎么难看？三。无阴殿左使殿主恶将军下。哦哟。有何贵干？我要告你。哎，鸡巴人！哎，他的手指，魔棍棍超跑。四五，哟，干你啊嘞！干，这游戏不好玩。就两只一样的，差小啦，哦，差小啦。哦，哦，我不想抽了。后面应该没有联动吧？哎，我刚抽双彩，第几抽？60抽双彩是怎样？啊，80抽双彩是怎样？哎，反正刚刚就是80抽双彩，然后中了两只相应，没有歪。阿比耶，是冰结界高皇军呢、欸。我继续好不好？等下 all in 的啦，不管的啦，不管的啦，干不管的啦 ，all in all in。20抽，30抽，不管的啦。40抽，啊，50抽，拜托拜托，50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。神阙宫高皇君特奉斋女之命来协助各位。好看耶、yeah! 还好我有拼，终于都有了、哦、还好没有干。心愿改天，心愿我可能自己抽了。哦，高皇君，哎、欸，这个高皇君很美，好不好？我始终相信，善念在人心中，就如玉藏于石。我定心愿就好了。等一下，我要看那个时装。等一下、哦，时装。我始终相信，善念在人心中。就如玉藏于石。高皇君这么大，我也不懂为什么要选龙叶。我是说手掌心很大。哦，啊，我看一下相应的哈，但相应不是很重要。哦，这个还算颇帅啊，怎么感觉怪怪的？大漠孤烟直，长河落日圆，都是像一把剑，哎，蛮像的。他怎么搞得那么像？阿良呢？看一下阿良的，阿良的时装没有，他没有时装。好，所以总之呢，我们各80抽。阿良80抽中，然后高皇君80抽中，然后夏英80抽中两个，大致上就这样。看一下烈星的部分，在隔壁而已啊。阿良在弄什么招式啊？好，抽卡就是这样子，算是还可以的抽数了。